好的啊，开始。小飞开关啊。这胶囊的好啊，胶囊好多了。到底雀巢做多年一点，好像每次打那些就没什么好。它流出来的好像都比较流畅哦。每次打那个挤啊挤，挤啊挤的。对，它那个里面容量不一样，每次打的压的比较紧。两杯拿个特写啊，好了，空的特写一下，上面的特写一下，两个好，再过关一下。